开张现况，我谂大家都知道我中意弹吉他噶啦，所以今日咧就有好嘢介绍俾大家。Hong Kong Guitar Week 2018是香港第一个大型 Fingerstyle 吉他音乐节，在8月9日至12日，香港音乐学院，中意吉他的你同唔中意吉他的你，记得支持啊！在8月9日至12日期间，来自加拿大、日本、乌克兰等世界各地的神级吉他手和我们总监 Jackie Lau 一起倾力演出。除了一场又一场的表演和 workshop， 还会有好好玩的吉他试习。你抹低了 schedule 没啊？ Hong Kong Guitar Week， A pleasure for everyone。 如果想看更多的 update， 就记得按抢先看啦。